现在又有椅子走向前排，向大家展示的是一块普通的玻璃。写完毕之后，将为大家展示气功绝技——飞针穿玻璃。Okay, the second one will show you the needle piercing door glass. 大家可以仔细的检查一下，在妹子的手中有一枚细小的钢针。